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四位导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结婚已经33年了，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们还有了孙子和孙女。我和他结婚这么多年，我受了好多委屈，我就是为了孩子没有选择跟他离婚。我觉得我们俩这么大年纪老离婚都会被人家嘲笑，我们每天都吵架，这个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57岁，来自江西退休。王女士53岁，来自江西退休。欢迎两位啊，结婚多少年啊？33年。今天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我这个老婆天天吵架，为了一个闲事啊，都天天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你不好呗。结婚33年啊，时间比较长。肯定有很多的积怨，对吧？咱们了解一下当初是怎么认识的，怎么结的婚啊？我们两个是谈恋爱的，以前。33年前自由恋爱啊？对啊。哎、我们还甚至还是在一个村子。哦，一个村的是吧？对，一个村子。王家村都姓王嘛？对，我们还是一个村子里面，没跟他家里没多少路呢。哦，还是邻居是吧？各位邻居，大概走过去2分钟嘛。哎呀呀呀呀！谁追的谁啊？他追的我。他追着我嘛？到底谁追的谁？他追我呀，肯定是男生追女生。我谁他妈追我？我那么好的条件追你，我才不追你。不是，他刚才说他那么好的条件，他当时是个啥条件？哪里条件呀？没有，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我是中专生，我是学土木新建的，施工员，我会看上你。他呢？他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中专，所以我看不上你小学，我不可能追你是吧？是他父母、啊，因为他父母不是他家在借房子吗？啊，我给他造房的时候画图纸，不过他长得还好，天天给我送饭啊，送这个，所以感情一般般，过得去吧，所以娶她算了。不要吹什么牛吧，他是看上我吧，我还长得好年轻吧，漂亮吧，因为我家里就是我一个女儿吧，就看到我，你就是一个男方看上女方，我是一个女儿。不跟你聊这个，听懂了，当时起了色心，不仅给人家建房子挣人父母的钱，还把人姑娘拐跑了，是你干的是吧？那是他自愿的。是不是你干的？那不干那也找不到，怎么到现在呗。所以你说说看啊，这人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挣人家父母的钱还把人家闺女娶回来了，现在还这么个态度，你这太不厚道了啊。就是这么结的婚是吧？也是这样子吧，我们两个互相相爱，说双方嘛都行同意。行，明白了。所以在妻子的这个一说这个，还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呢，羞涩而美好的回忆。他回忆好，我是难受死了。你到底怎么了？你难受，你说你难受怎么了呀？我们女方，你说我以前不是开公司的嘛，开个装修公司。你刚开始了很难的，你要知道，肯定就是经常出去出差呀，跑业务啊，肯定经常跟女人打交道，男人打交道都有吧？不可能一直跟男人打交道吧？不可能接业务啊，就是接女人接男人业务不接女人的业务吧？是不是啊？你要说什么呀？他说女人业务不能接，只需跟男人打交道，女人不能。他老是去打电话，他不接，甚至于还关机。为啥你不接人电话？为啥？你知道吧？他很烦，烦在哪里吧？不管你错了哪里，他打个不停，不但打电话，还要视频。当时我们跟朋友聊业务的时候，聊得很好的时候，他一个电话来了，你说火不火？
我接电话还是谈生意呢？哦，还要求视频是吧？刚才我不是说过吗？打电话老是不接，甚至于把电话挂，所以我一直打，打了很为止，所以他关机，我说没地方打了。不是为这个事情，你是为了怕你怕我，跟女人聊天，其实都是男人。哎，我问问他会查你手机吗？查，不想查，他不能让我设密码，天天要看，每天晚上来回来看，不看看才吵架，不让我睡觉。你一去去就把电话，哦，一去就把电话就挂呀。关机为什么这样子呢？那肯定外面有问题啊。酒店里不是又来了个朋友吗？啊，他是来跟我谈业务的。啊，是个女的，啊，后来他知道了，他偷偷摸摸跑到酒店去了。他一开门，耶，你怎么跟他走在一起了？我说女人就不能谈生意吗？后来他怎么说啊？不行，给我回家，这个生意不要做了。这个事情是我一个闺蜜，所以看了你们两个走到那个酒店里面去。后来他跟我闺蜜跟我打电话叫我过去，你们谈生意不好到那个咖啡店呀，好不好到我们那公司里面谈生意，偏要到那个宾馆里谈生意呀。然后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两个手拉手呗，我看不惯呗，后来我就拿个凳子砸他呗。拿个凳子砸他？哎呀，您等于去在您的心里，我再气了，他们心里，他心里根本是没有我，所以我很气愤。你砸他了？就砸他，拿个凳子砸他呗。砸到了吗？但是我住院住了三天。接闺蜜密报，先生和不明身份的女性开房，没捉到吧？反正他们两个手拉手没。我手拉手就有问题了。我手拉手是有问题，手拉手还没问题啊？我跟你讲，你该打呀。但是呢，这个女的是从外地来的啊，宾馆是我开的啊，开了以后不是为了接客开支嘛，到咖啡那不叫要花钱的嘛、啊。我说这里也好，这里我们两天有个比较安静。您进去之后，他们还在手拉着手。对，他不知道嘛，他不知道我进去、啊。那你是怎么开的门呢？就是呢，我那个闺蜜在里面上班呢，就是叫我轻轻悄悄的叫她把门打开，打开以后他们两个就在那亲亲密密，就是手拉手。根本就没拉手。哪里？我轻轻看了都看到了。哪里？我是不是接他文件？你不要签合同时候。哪里？碰了一下，就是说你们两个手拉手，等我看到了、嗯，所以我气不过，我就拿个顺便拿一个凳子砸你。那我出差，你为什么找我呀？我出差几百公里，他也去找我，找了好几天才找到我。因为我是家里个父母，因为我没上班嘛，在家里带小孩嘛、啊，所以他一出去，好几天就不回来了。所以说我就有我一个闺蜜啊，她有车。叫他过去去找找啊，真的是找到了。其实我确实的时候发信息给你了，否则你怎么找到我呀？找到的话你就不跟你打电话，你说你不接嘛，不接我就去、哎、去找你嘛。不要说了，你全部是无理取闹。你找到他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了？我发现他是也是在工地上，我也不知道他也是跟那个闺蜜在一起。在一起就干什么事情了？我不谈天吗？您出差去干嘛去了？出差因为是我这个他是接工程，他跟我说这个女朋友电话联系我，他说老王你过来吧，我这里有个工程，刚好你做合适哦，那你过来看看吧。后来我去看看，我看他说这是我哥哥的，因为建筑公司的，他你可以接一批，也不算不少，那我看看感兴趣我就去了呗。哦，去了我不是跟他走之前跟他发消息了，我说去某某某地方了，嗯，我就怕他找我，后来他真的去了，不声不响的，我还吓了我一跳，在我面前他这样干的，你知道吧？所以我有那这一次我就你面怎么留给我？他一点面打电话你又不接吗？不接是不是啊？你又不跟他上次一样又关机？关机我就叫我闺蜜没关系、啊、去找你啊？我怎么关机了？难道做老婆的话找老公犯法吗？你是不是对他特不放心？对，就是不放心。我想问问啊，就是你有没有过跟踪他的行为？有，从哪儿跟到哪儿？他从哪里啊？你知道有一个，不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的。也是女朋友，他一听到女的，我发消息，我说那边有个女朋友，啊，我去接个生意啊，也是在一个咖啡厅里面，咖啡我坐在那里聊天，我们聊天，你知道他怎么干吗？他一个茶水砸他脸上，脸上还好没砸到他，砸到我也赔不起了呀，他这样干的，就这样干，还一次可气的，嗯，气得怎么样？气得头血了要。为啥？不当时前两年不是驾驶员没有吗？因为我不会开车，啊、嗯，请个驾驶员。我说请男的，他偏要请个女的，是他要安排的。
哦，为啥非要请女的呢？我跟你说，因为你不是说跟我说过的吗？你说你开车又开车又经历我，所以说我怕你很累，所以我做个老婆的，做个妻子的话，我就是给你请一个驾驶员，嗯，啊，给你帮忙给你开车。又怎么样了？难道我错了？你知道吧？他干嘛吧？安排插个监视我的，你知道吧？其实他是安排妻，他的闺蜜，对他很好的，什么话跟他说？哎，他让他的闺蜜做你的驾驶员，对，好了解你的行踪。那后来呢？难怪去哪儿都能被抓住啊，有内线啊。你可以啊，你这够厉害的了，你这个斗争经验太丰富了，你知道吧？后来我弄的什么？弄得他两个都不交朋友了。恨死他了，为什么吧？就是我那，我跟您说啊，我那个闺蜜其实很老实一个人的，也不会打扮，也会怎么样。后来呢？后来我那个闺蜜跟她开始以后，哎呦，打扮得好漂亮。她这个我老公呢，跟她买这个衣服、买包包，还要跟她钱用。策反了。策反了。后来呢，我不相信我这个闺蜜了，我这个闺蜜后来才没得做了，后来我就把她。辞掉了。哦，老王你可以，你直接把她的闺蜜变成你闺蜜了是吧？对，这不能，这个不能怨我呀，有女人缘，有女人缘，真是这样。所以说，她都把我的闺蜜当成她自己的。不是你，你是怎么发现的呀？哎呦，她把那个车子停在那个马路边，我公司马路边，他们两个坐在前面，等我看到了，他们两个。啊，手拉手，有话有笑，这两个人手拉手，两个人，你要想多了，想要想多了，是不是啊？我的闺蜜她这样子，对不对？哎，但那个老王，你给解释解释。我老婆这样子嘛。来来来，我知道。每个人都想想看，你要帮忙思考。对对对，来，老王，你给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你跟我解释。我跟你讲，在宾馆里面是递合同，在车里跟自己的司机手拉手是干啥？是这样的，主持人，前期嘛不是大概两三个月都很好。他没有想法，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知道吧？不有一次他说：“老板，我也能干业务。”啊，他干业务就干业务吧，因为我缺少嘛。哎，有业务能有能力不更好吗？那行，我说考你一个问题，你明天穿这个衣服不来？你像普普通通怎么去接业务啊？至少有个气质吧。他好，他说第二天打扮好，收妆打扮好，口红一画，哎，真有气质。那我不拍上谁拍上呀？我刚好利用能利用嘛，尽量利用了。还有能花省钱，不好吗？手没手拉手啊？拉了，承认了。拉手没，那不叫拉手，那就是哦这样啊，你拍拍弄了叫拍拉手吗？大姐，我问您一句话，您是要跟这个人过还是不要跟这个人过？我就是为了我儿女没跟他找，没跟他离吗？我不想你跟你过。其实啊，我跟你说，其实我又喜欢他，又恨他。啊。这样子，因为我儿女，我有一男一女，是吗？他们都成家了。所以说，我就为了我结婚33年到现在一直受苦受累，我爸妈都当然跟他离，因为我又为了我女儿、我儿子，就没跟他离，舍不得这个家。行，好，听懂了。接着我问王先生啊，这个听您好像这做买卖离不开女人是吧？对，他每次都是走男人也有啊。不不，但是我听这几回好像都是女性的客户，是这意思吧？大部分是女人有缘呗。哦，您有女人缘是吧？对啊。那您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干工地的过程当中，您收获了多少好闺蜜？我那只是朋友交朋友，为了生意上嘛来往而已啊。对对，交了多少好朋友？30-40个吧。啊？40来个。你想想看。40来个。啊，不要浮想联翩，人家是生意伙伴，难怪你要跟踪呢，难怪你要查电话，我们可以理解了。那能不能为了他，为了这个家，咱不做这个买卖了？我现在不做了呀，被他弄的吧。我把公司卷掉了。被他弄的不开了，我说转了吧。啊。反正都不想干嘛。啊。反正钱也别，啊你也可以用了，吃的喝的都有了。啊。不需要我了。这不就好了吗？不要我，现在我很气。为啥？我没事干了呀，晚上我跳跳舞，唱唱歌行不？跟谁跳舞？我自己跳，请两个朋友来跳啊。在家里跳。啊，对啊。没事干啊，只能这样消遣啊。他把几个朋友带到我家里来了，吃吃喝喝啊，好玩，很吵。他报复我。咋叫报复你呢？他就请好多朋友，几十个朋友到我家里来了。啊。请个那卡拉 OK 放到我家里，唱歌跳舞，吃的喝的都是我们停工。太吵了，知道吧？吵到隔壁邻居举报你，你知道吧？这你活该。我活该，那报复我。你让我没事干呀，你把我下干了呀，我找什么干什么呀，我能没办法干呀。
我怎么能这样消遣呀？我也很奇怪，这公司到底是谁的？为什么他说关就能关呢？他天天知道吧？还有一个可笑的事情，他天天住在公司里，每天早上一次，走之前他不做不去，我走了以后呢他去，哎，问前台，问我们公司的员工，哎，老板去哪里了？跟什么人去了？他电话有没有留给你啊？专门这种事情，每天坐那，好像人欠了500万，你知道吧？我回来以后，哎，老板娘又来看你了，又来查岗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倒在公司啊。那老板员工都说呀，员工都不好意思了。哎，老板又坐来查岗了，你看，好像我欠他500万了。哎，你这样干嘛干嘛的？我能干得下去吗？你们婚姻就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少年？你老去抓他抓他，不放心他。12年了，坑是12年呗。哦，十几年了，那个谁十几年了？12年了，你自己累不累啊？有什么办法？累不累？他老是，我都为了这个加班，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为了两个小孩现在都成家了，这么说吧，您能离得开他吗？我要是离得开，早就跟他离开了，知道吧？就不散这个家。我知道了，老王，你自己做的对不对吧？你先说。没错。你没错呀。没错。那人家为什么这么对你呢？他自己自私呗。如果是这样的话，咱就跟人分开不就完了？你干嘛折磨他呢？你又不爱他了。他不分啊，我早就想分啊，十多年前就想分啊，他赖着我不走啊。既然要维持婚姻，你稍微给人点面子呗，干嘛把脸都撕破撕成这样呢？他硬要这样，本来我很好想回头的，对他好，他是推我上路嘛，他不推我出去吗？他每次都讲。所以说，其实您承认在婚姻当中也有对妻子不忠的地方，对吧？有是吧？嗯。啊。所以现在的这一切就是我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也不能这样说，本来我还有几次想，不是我有一次出差回来跟他买包买名牌衣服，后来没好了3天他又来了，又这样不好。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如果他要在家里安安定定稳稳定定的待着，纵容你在外面做你想做的事情，谈买卖也好还是跟女朋友见面也好，对吧？你觉得这个婚姻也还挺好的，是还是不是？不是。那怎么才叫好婚姻呢？好婚姻，人家成功男人后面有个好妻子。啊，他不是吗？不实用。啊？不实用。不实用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实惠。他怎么不实惠呢？他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要管。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我做生意要去管吗？所以就是说，他该管的就是管好孩子，守好家，对吧？对。然后你就是在外面该怎么做买卖怎么做买卖，该怎么花天酒地怎么花天酒地，是还是不是？咱别绕了。是。那不就完了吗？就是这么一段婚姻关系，所以要说都挺叫，有人可悲，有人可恨，但是两个人归在一起是既可悲又可恨。你们看看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33年婚姻，子孙满堂，本该是幸福美满，但是你们一定要把它折腾成他在外视频查岗，他在家手机检查，还时不时要跟踪，这小夫妻也受不了，何况是老夫老妻呢？但是作为丈夫的，您刚才还强词夺理，振振有词，你有没有考虑过妻子会变成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她内心感觉到和自己丈夫之间的差距，她对婚姻没有安全感，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他事事神经过敏，不由自主的就对自己的丈夫产生怀疑。何况作为一个女人，50刚出头，又到了那个特殊的敏感的生理期，作为一个男人，我们是要有良心的呀。33年的婚姻，可能他脾气不好，但是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了，都结婚生子了，他也不容易呀。所以我在想，一个丈夫在妻子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是不是应该多
理解他一点，多关心他一点。更重要的是给你两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孩子打个样，明白吗？谢谢伯宏兄。沙娜老师，王先生，您刚才说到一点，就我听着那句话挺刺耳的，您觉得就是他作为您的妻子是不合格的是吧？不实用。不实用是吧？你现在一直都标榜着我养家我最牛，您有没有想过您是怎么挣到这些钱的？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您真的是有一些能力在，可是我想您最大的能力是在于和那些女人周旋吧。不是，完全是。那些女人之所以能够把这些生意给您做呀，你想过为什么吗？想过利益。所以您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您如果还有一个能称之为人心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就应该转身走。但是您可能说您现在走了的话他怎么办？看着儿子女儿的份上吧。如果现在就说儿子女儿同意了，儿子女儿说爸我求您了您赶快走吧，您会离婚的对吧？对。好，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帮您该问的已经问清楚了，王女士，您觉得您还有必要留在这个家里吗？我希望还留在这个家里，我舍不得我这个儿女。你舍不得儿女？对。那您就认命吧，就不能去再去揪着他跟其他的女性的什么关系，他在家里面唱歌跳舞做什么报复您的这些行为，因为他现在就是目的为了就是毁掉这桩婚姻，我怎么作我怎么来，直到有一天你忍不了了，你提出来咱俩要分开。没关系，他折磨我我都能受，就是我就舍不得我的这个家。就你觉得你怎么欺负我都行，只要你不跟我离婚，只要你给我一个名义上的，那你确实不是一个实用的妻子，你就该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好，谢谢沙娜老师。曲总啊，来，南方，我问问你啊，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天天吵，天天闹，我也受不了。你可以离婚啊，你走吧。离也离不了。你怎么离不了呢？他女的不放手吗？你怕他是吗？嗯。你真怕他吗？怕他。对，我告诉你啊，你最怕的是什么呀？你最怕的是你玩不动了，这个女人不养你啊。你最怕的是你玩不动了，你知道身边那些女人不会理你的呀。都是利益的交换，都是短期的呀。只有他在乎这个家，在乎孩子，今后他还得给你养老呢，对不对啊？他比你年轻啊，你能玩几年啊你？大姐啊，怪谁啊？就怪我自己呗，不愿意的。哦，今后他老了，我问你，今后他老了病了，你照顾他吗？你说呢？肯定照顾他。也得照顾，对不对？对呀。你就是被人看得通通透透的。你自己嘴上说你这个那个不行，但是你的脚出卖了你的内心，你离不开他呀。真正的你要想对方尊重你的话，你得先看重自己，听明白没有？你自己不看重自己，他怎么会尊重你呢？就这样，谢谢曲总。来，于老师，请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在这段婚姻当中谁最痛苦啊？痛苦就是我。各一半吧。各一半。我再来问一个问题，刚才问的是你们心理上的痛苦，我再问一下身体上的痛苦。打比方，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得了高血压了，让对方吃降压药管用吗？不管用，是吧？嗯。心理上的痛苦跟身体上痛苦其实逻辑是一样的。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我们经常讲谁痛苦谁咨询，谁解决问题谁改变。而你们的模式是什么呢？我的血压高你得替我吃药，我的痛苦都得你替我吃药，你得怎么样我才能解决，然后你们觉得都是对方给你们造成的，希望对方对你负责，而对方又不能为对方负责，于是你们产什么心理啊？报复心理。另外一个，其实你俩什么呢？翻篇能力太差。你看吧，
都在吵过去的事儿，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了，就停在那儿了。即使男方回来了，不再找别的女人了也不行，一转脸又回忆起来以前的事了，对不对？翻不过去了，翻旧账。我请问你们还有多少年可以翻？还翻得动不？这眼瞅60岁了，你们这辈子就想这么过吗？所以咱们这个年龄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未来余生不长，要怎么活？所以两位考虑考虑吧。谢谢于老师，学这个专业的土建对吧，买卖做了10几年，到57岁这个年纪，如果没有妻子这么一闹，没有家庭的不和睦，你现在买卖应该做得特别大对吧？啊，就中国人讲那个家和万事兴，你看家不和是买卖不好吧，给自己败了吧。其实你不服气，不就不服气在这儿吗？按理说你现在买卖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让你关了张嘛，心里恨死了对吧，是毁了你的事业对吧。但是这个女人毁了你的事业，还是你自己毁了你的事业，你自己仔细的琢磨琢磨。大部分是我吧。对啊，她为什么会那么歇斯底里啊？为什么呀？不过你就是拿了一个什么女客户来做幌子嘛，知道你不老实嘛，所以人家才会这样嘛，把所有人当傻子吗？你也别点头了，过分了。他有他的错，你的错是过分。当一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他回来，你应该早放弃就好了，让他那个时候摔一跤可能比现在要好很多。生活没有办法吧，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呢，我也错了。以后你改了。做的过分，因为呢你呢有时候太过分了，叫你把所有的事情改一下，我就会走到这样子了。以前你过分了。如果你也成绩现在改了也不迟，都老了还改什么呀？不要说了，反正我也有错，你也有错，方面都有错。如果你改的话，可以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就是为了儿女，不要在人家说闲话，知道不？请回两位，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京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会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接下来就是一个预测了嘛，来博红兄，刚才这位57岁的丈夫泪流满面，让我触动到了。我认为他已经知道今后的婚姻要什么，就是一个能够一起牵手过马路的伴侣，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双出。啊，好，来。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应该对他们两个人都有启示，不管多还是少，两个人都会出来的。徐总，双出。把留给对方的药自己服下，反省自己未来的路，两人会双出。来，请开门。对不起。来，站在这儿。来吧，我们来见证，可能是属于这对夫妻
重新开始的一个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谢谢两位啊，请回，谢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是在视频软件上认识的，至今交往一年了。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他人挺好的，人长得也帅，对我也很好。随着交往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总是相互猜忌。我们分分合合很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后该何去何从。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杨21岁，来自新疆，学生，有请。小侯22岁，来自重庆，自媒体，有请。看小片感觉就是不安分啊，这段恋爱谈的不安分，咋认识的？是在那个视频软件上认识的。看他的作品。还是他看我的作品，我看他的作品。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他长得也特别帅，然后专业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是学舞蹈专业的嘛。然后就给他评论了一下，然后后来他私信我了，然后我们俩就互相都有好感，就约着见面就在一起了。哦，这不就粉丝和偶像嘛，谈恋爱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谈了多久啊？到现在快一年了吧。这一年期间就这么不安分吗？其实前几个月我们谈的还挺好的、啊、然后结果后面一天平均要吵3次、啊、然后矛盾越来越大，然后就想来这儿调解一下。我们俩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前段时间我看他手机里面下载了2-3个那种同城的交友软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下载这个软件，他跟我说只是无聊下载玩玩。之前起初下交友软件是因为他那个手机一直在开勿扰模式，怎么联系联系不到，打电话呢、嗯、也是正在通话中，打微信电话也是打不通，我手机密码他也是知道的，随时都可以去看，包括我睡着呀什么都可以去翻手机。我手机就是下那个交友软件也是为了气他嘛，然后就想着让他生个气，然后在乎一下，把自己的这个勿扰模式能取消一下。你自己下载交友软件跟你气我有什么关联吗？因为意思是说以后我吵架了我也去下个交友软件，你觉得行吗？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之间就该下载交友软件吗？男生的理由是为了气他，报复性的一个措施啊。我就觉得他把他的那个就是动不动就是联系不到他的这个毛病啊，他改一改。嗯，不然的话我是实在没有招了，我才不是。为什么动不动就联系不到你的姑娘？是这样子的，我手机经常会开那种勿扰模式，这个习惯都持续好几年了。因为我平时上课呀工作这些，我不得把勿扰模式开着吗？不然别人给我打电话，那到时候接了挺不好意思的。然后这个习惯，我跟他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就有这毛病，然后这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习惯了。我你联系不上我，你可以通过微信打电话呀，打语音啊，这些我都会接。这就听出来了，在这个沟通模式上面已经出问题了。还有什么冲突，或者还因为什么而吵架吗？还有一次是什么，就是我无意之间就看到一个男生的一个陌生男生的一个订房的信息记录，包括手机、身份证号、年龄什么的都有。那个订房记录是因为我之前公司出差，然后我得有那个领导的信息，然后填他的信息，然后那个领导才能通过那个公司去把那个房间费给报账了。那一天我们俩在逛街，他一句话不问我就一个人把我丢那个马路边上，我从晚上9点钟坐到凌晨3点钟，他一通电话一句信息什么也不发就把我丢那儿了。其实没有信任感呗，沟通模式也有问题嘛，是不是？他是也没有过证据解释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提前问我呢？你为什么不问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给你解释了咱们就不好好的吗？你自己一个人非要发脾气，自己甩开我自己走掉了。我说这个恋爱谈的不消停嘛，你看都是这个很躁动这颗心，你看
之前他那个前女友，我之前看他那个手机聊天记录，他跟他同学说什么，我要和那个前女友见面，你别跟那个江北的说，他就称呼我为江北的，因为我自己住江北区嘛，他就直接叫我江北的，他都不叫我，他都不说我是他女朋友，也没说，他从来都不跟他朋友承认我是他女朋友。你是个代号是吧？对，他代号江北，前女友代号是？没有，我解释一下，因为当时。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谈了女朋友的，包括同学什么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刚开始和他在一起，他在江北住，我就经常要去江北。然后同学就说，哦，你江北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不是重点。对，后面他就代称，就简称，就说，哎，你江北的怎么？那你不知道称呼我女朋友吗？我知道，但是人家他们已经称呼习惯了，大家久而久之。他们称呼习惯跟你自己称呼习惯行吗？你自己叫我江北的，你尊重过人吗？那我也称呼你大学城大学城，你觉得尊重人吗？哎，不不，这个不是重点吧？重点应该在于前女友吧，姑娘，你纠结这个吗？他那个前女友的事更离谱，他自己从来都没有跟我告诉我他前女友找他见面，他什么都没有说，事后我自己发现他和他前女友见面的，两个人你觉得见面能聊什么？肯定聊和好那些事儿呗。是我前女友她来找我，因为我和她没有联系方式，我也不知道她来找我，她那天来学校来找我是突然之间到校门口，因为她刚好碰见我们班一个同学，我们班那个同学呢之前和她关系也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班同学就跟我说，你小杨说你那个什么见一下他吧，他大老远跑过来也说不定是真的是什么急事，万一有什么事呢，你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我就选择了和他见面，见面以后呢，就聊了一下，然后后面就觉得，也没什么可聊的，就还是为了一些旧事，我就觉得，过去了还是该过去吧。不是你咋知道的呢？你给他装了什么东西了？我自己搜他那个女朋友的名字，然后那个聊天记录就出来了呗。你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跟他见面，你自己都知道没什么聊的，没什么可聊的，那你就别见面呐。聊天的方式这么多，那微信、语音、电话什么都可以聊，短信也可以聊，为什么要选择和他见面呢？不是不见面就可以啊，不见面就行。这我感觉是完全不对的嘛，是吧？你怎么就不对？你觉得你见前女友对吗？那我也找我前男友见面，你觉得行吗？还有前男友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前男友的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摆到我们俩之前谈恋爱之间产生什么矛盾。他那前女友的矛盾特别大，经常这样子。就是你处理的比较干脆。那当然是了。他比较拖泥带水，是这意思吧？对，经常是这样子，经常因为他前女友吵架。他有一次和我吵架的冷战期间，那段时间和他闹的矛盾挺大的，一直没有去解决。然后我就想着和他分开吧，要不就是这段恋情可能走不下去了。哦，你们曾经要分手过？是。后来怎么没做成呢？分手的期间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和他分手，我说他说不愿意分手，我说那好，那就冷静一段时间，冷静个三天吧。然后刚好三天我也在上课，然后他说不，他说就冷静一个星期，他说不能三天。然后我就很好奇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三天其实也是我随便说的，但是他就很执着于要冷静一个星期。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有什么鬼。然后那天有一次我周五刚好晚上我去找他嘛，找他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结果他和一个男生出去玩，去相当于约会那种。我发现你说话真是添油加醋。什么叫我和一个男生出去玩？我和两个男生还有一个女生自己出去玩的，而且那堆人都是我自己的好朋友，都已经大学同学的好几年的感情了，而且人家都有女朋友，那女生也有男朋友，大家只是朋友，正常朋友，下班了跑出去玩一下。哎，这怎么了？那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是情侣，还有一个男生刚好缺个女生，那你就去了？什么叫缺一个女生？人家都有女朋友，什么叫缺一个女生？你自己心里想的不干净，你还说这些？我们在冷战时间，你就和其他男生出去吗？什么？哎，你既然说咱们俩在冷战时间，说你说三天，非要就三天吗？我偏要一个星期，咋了？你肯定是有鬼。哎，主持人，他说我自己跟一堆跟男生出去玩，什么一对一搭配，他自己在我们俩吵架那个期间，他自己偷偷跑出去跟他那些同学一起出去喝酒，然后那个晚上就真的不是像我这样的朋友了，他晚上有好多那种单身女性，然后一起出去玩。他那段时间咱们是在冷静期吧，他自己也说了咱们在冷静期，别人问他谈恋爱没有，他说直接分手了。他直接说自己分手了，然后别人给他介绍对象，然后他也加那些陌生女生的那些单身女性的微信，加了三四个呢。当时和他分手期间，因为他和男生出去玩，我是故意和其他男生，同学一块，就是相当于不开心嘛。同学就说，哎，那刚好我这有几边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喝喝酒玩一玩，
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也是加了四五个女生，但是仅限于微信好友。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好友啊？加微信已经很过分了好吗？我当时想着加微信好友，因为本来也不联系，就相当于一个摆灯的摆的，其实也并没有以后有过多的交集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过多的交集？你那微信聊天记录直接一删，我看到了什么了吗？前段时间他接了一个模特的一个工作嘛，然后面试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他就自己不让我去那个公司面试，然后我问他是什么内容呢，他也不说是什么内容，就说是什么服装拍摄，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商场等了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之后才给我发信息，哦，我要去拍样片了，你自己走回去吧，然后什么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给我打，我自己傻傻的在那个商场坐了那么久，我自己一个小时坐车自己回去了，然后那天晚上特别晚回来，他跟我说是服装拍摄嘛，结果我看他手机，我就偷瞄他手机，结果发现他手机里面有那个样片，然后呢我让他把手机给我，他非不给我，后来我直接把手机抢过去了，结果一看是那种情侣装拍摄，和一个女模特一起什么搂搂抱抱一起这样牵手啊笑啊这些拍摄，我让他不要去做，他非要去做这个工作。他说话是有点夸张，因为我是学生，想着自己赚点钱做个兼职，我也不确定刚开始他是拍那个情侣装拍摄的，我刚开始去面试的时候我把他带上，我说咱们一块去面试，我说可能是要签个合同呀，或者看看我大概的形象呀什么的，可能就能决定或者以后谈谈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谁知道一去面试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说现在要去试拍，直接要去下一个场景试拍，大概不到40分钟吧，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你先回去吧，我说这我要试拍，可能你要等的时间很久，我说你先别等我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先赶紧回去吧。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我让他在那等了几个小时。那本来就是我手机看到信息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呀，而且你当时跟我回来怎么说的，你说哦只是服装拍摄，你当时还不承认是情侣拍摄，然后你说只是两个人拍分开拍，这个拍完之后那个人先拍，我要不是看到你那样片，我能知道你那些拍的是什么搂搂抱抱啊拉手啊这些东西吗？试拍他就是情侣模特，他肯定就是这个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嘛，这个就是在那搭搭肩呀什么的，一个情侣又怎么样嘛？你说只是工作我觉得可以，你们只是工作嘛，我觉得我可以认，但是呢那个女模特喜欢他想要跟他在一起，那个女模特也是老板，然后呢就他就是打着那种找模特的那种心理找你男朋友。这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你有事实啊姑娘？就是事实，他晚上他们是什么拍个十几分钟之后，然后就出去吃饭喝酒玩这样子，然后那个女老板也跟他说了，说什么要不咱们俩谈恋爱什么什么的。这你咋知道的？他跟我说，因为那天晚上是什么，就是我去正常的去拍摄，拍摄完以后我去吃饭大概到12点多，然后我去喝点酒，因为是很多人嘛，就男的女的就很多，都是公司的什么化妆师呀摄影师，然后在那吃完饭以后，因为那天是我开车嘛，老板他不是穿高跟鞋开不了车，然后我就去带他开的车，然后到停车场的时候其他人下去了，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哎要不他和我在一起什么的，然后我觉得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我说不好意思我有女朋友嘛，不能在一起，然后后面回去以后晚了，大概回去到1点多了，我回去以后我就给他说坦白了，我说人家想和我在一块，不是你这不叫坦白，你这就是他就不就是在跟我炫耀吗？有人喜欢他，有人给他怎么怎么样？你到底是为了炫耀还是为了表达你对他的忠心？我是觉得这些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实话实说，实话实说，该说什么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耿直的傻小子啊，也搞不清楚距离分寸，这个咱们不说。下面要问问题，希望你们如实回答好吗？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接触，这个男生身上还有什么是吸引你的？我觉得他有时候对我也特别好，就平时的时候他也挺关心我的。关心对你好，还有吗？当然肯定还是长得帅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帅气对我好，你觉得女生哪个地方还吸引你？其实他也挺傻的，而且比较听话，虽然他嘴不饶人吧，但是他其实挺听话的。你看男生看中的女生最大的特点是会听话，会听话的意思就是好被摆布呗。你们俩现在在一起的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就是今天来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一起，对吧？还是说我们今天想分开？
我想跟他和好。现在是个分开状态是吗？就是在分手的边缘，然后现在正在挽救中。男生是个什么态度？其实我是希望他不要太无理取闹不讲理，能跟异性保持好关系。我说就是我有些地方不太建议的地方，你能去。你不可以跟其他的异性有我认为过界的来往，我这么说准确了吧？对。OK。我跟他在一起之后，你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我肯定是啊，但是人家说了是我的标准，没听明白吗，傻姑娘？他说他的标准，可是人都是相互的呀。人家现在要走，是你要和好还是人家要和好啊？是我要和好。那不就完了吗？但是和好不是无底线的和好啊。再说一遍，刚才没听清楚，刚才说什么来着？和好不是无底线的和好。和好不是什么？无底线。你自己说的啊。对。好，来，这就好办了，各位老师，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这段恋爱，浪漫不多，煎熬很多。刚才说的那一个订房风波，你看到了。如果真的是相爱的男女，那就问他一声就可以了。哎，给谁订的？马上回答你就可以。你却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就像我每次来天津，是女编导帮我订的机票、车票、宾馆。如果按照你这样的逻辑，那她老公要气得吐血了。为什么这样的问题都会上升成你们恋爱的一个障碍？只有你们自己心知肚明。不爱呀。赵川老师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不爱。不爱的表现，把自己的女朋友称之为江北的，这不是不尊重，这真正就是不爱。不屑，你没有把她当成你的女朋友。还有在恋爱期间，一个女生竟然会把自己的手机经常性的调成勿扰模式，我不能理解。因为如果心中装着一个人的时候，我再忙我也要想方设法让他能够联系到我，这同样也是两个字，不爱。所以你们两个人很显然对这一份恋情，女生口口声声想挽留，挽留的是她的容貌帅气。所以我建议，就如男生向别人宣告的一样，和女朋友分手了，那今天就干干净净的分手吧。谢谢波鸿兄。莎娜老师，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谈恋爱就谈恋爱，谈恋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不要把它演成偶像剧。女生你在整个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加戏太多，就你说的那些所有的情景，就大家看的都是在偶像剧里面看到或者在言情剧里面看到的，谁生活当中一个姑娘自己在路边坐到凌晨三点呢？你自己不会回家的吗？还有你口口声声说啊，我和好也要有底线的和好，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没有底线，这个时候和好的时候要底线。你发现他去见他的前女友，你如果真的底线那么高的话，你当时就应该转头走啊。你发现他的室友对你的称呼是江北的，你都能忍得了？通过一个男生的朋友和同学是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另一半在这个男生心中到底是什么地位。所以你今天站在这里说我要有底线的复合，你根本没有底线。你复合了之后，他能做的对你伤害的事情只会变本加厉。你不要奢望和好了之后他能够有所悔改，因为在他眼里以上这些种种他不觉得有什么，他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根本没那么爱你。所以如果没有那么爱，大家说清楚就好了，就这样吧。谢谢莎娜老师。曲总，女生刚才听到了吗？男生之所以喜欢你是因为你两个字听话。你想做一个听话的女孩吗？
你当然不行，你们一天吵三次啊，你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啊，你们中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在于什么呢？你心里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这么不放心他，因为他帅，所以他才敢说来证明自己对你专一，是举的什么例子呢？他不是说把很多对他可能有意思，可能会让你不放心的那些事情全都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是说每个人都向我表白，但是我拒绝，前置是什么呢？拒绝与否在于我，在于你是否能够听话，如果你还不听话的话，随时我就可以去教。你明明就在听话，你不光一直以来听着他话，而且你还照他的方式去做，而且你还特别想听他说话，你就是自己在骗自己啊。所以明明没有底线的一个女孩，你偏偏在说我要有底线的去我们在一起，可是你已经把底牌都告诉人家了，我们要在一起，你提条件吗？对吗？我们不能这么自卑啊，我们不能这么没有信心啊，在感情当中我们不能这么的卑微啊，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仅仅是因为他对你好，可他对你真的好吗？这个好是加引号的呀。男生啊，你有原则底线吗？不爱一个人你可以不跟他交往，没有人可以说你的错，但是你明明在关系当中，你要再利用这个关系去说你必须听话，可以跟你在一起，并且在这个关系当中为所欲为，你将会被别人所不齿。就这样，谢谢曲总。于老师，以前呢，我在了解情侣一开始认识那个模式层面上，或者是怎么认识这个地方，我不是很在意。包括有人说网恋不靠谱，因为我觉得网恋也只不过是认识。靠自身的吸引，而是靠管理、靠管控、靠监视，来让一个人忠诚于你，那不叫恋爱吧？不过就是玩具争夺战嘛。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我觉得就是有尊严的离开吧，啊，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包括之前也和异性有一点有一些暧昧不清的状态，以后我都会全部断干净，拒绝干净，然后忠诚一点。我本来今天来这次就是为了想跟你和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跟我说什么听话这些，我只是想来复合，好好解决这个矛盾。但我发现我们俩之间根本就关系一点都不对等，我给你的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谢谢两位年轻人，请回，谢谢你们，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个还是有预测的这个可能性的啊。来，博宏兄，我认为两个人恋爱的态度都出问题了，嗯，此刻可能会有所醒悟，双不出。好，张丹老师，我也觉得两个人应该都不会出来了。哦，我觉得女生会出，男生不出。回归生活，该清醒时刻了，两个都不出。来吧，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自己怎么选择吧，请开门。一刻还不坦诚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出来呀，对吧，你至少应该不负这一年多你们俩的陪伴的日子吧，你至少说个实话嘛，我没有全心全意的喜欢过你嘛，或者我就是喜欢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只喜欢你一个嘛，对不起，我们分开，我觉得这也是算是这对这一年的交代，对不对，最后这么，哎，慢慢长大吧。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